好，来看一下。这安哈因保护啊，安哈因是他那个，是那个克里蒂亚斯有个魔法学院的那个名字，也是克里蒂亚斯里面有一个硬币，那个名字叫安哈因。再来看保护埃斯佩拉，这是埃斯佩拉的新日常。还要先打怪获得那个지금부터 내 영혼을
电死了他！然后来这里，然后要看一下小地图，应该是有两种情况，sit， 然后是坐下这样，坐下这样，来看小地图，二三，这是二，然后第三格，二，对，二三，哎。空格键发射，然后四一，一二三四，这个四一，就是这样，四一是 S。4143打的52别发射，还有53.5这儿，5 1 24 3.5，一二三四，哎，3.5，啊不是，直接发射，这样有点远。지금부터내영역看下面的字，5.2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二，然后用 S，
过了，还过了六一，然后第一种，哎呀，轻了。这一定要43.5。1、2、3、4，在3.5这个位置。最后的